有人。嗯？啊！哇！哎呦我的妈！来喽！三哎呦我的妈！我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。你们俩用好吃造个句。好吃很。不好吃。嗯。不好吃是我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小朋友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到我了，该去这个人家了。努力不膨胀，要听话，该睡的小红花。哎呦我的妈！小朋友，送给你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人家给你东西，你应该说什么？爱你妈，不能人和。成分在我家的门前有一朵肉。嗯，吃饭的，啊！谢谢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俩不是不愿意喝水吗？这回谁先喝完，这100块归谁。开始。
哎呦我的妈！都多大了，还跟妹妹抢零食？来，老规矩，谁猜中了谁吃。来猜一猜，哥哥先来。这个没有。你俩猜一猜。这个没有。还有最后一个，再来。哥哥猜一猜。这个没有。你俩猜一猜。没有。你们把那个碗翻开看看。哇！你三月的风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，小河流着。一会儿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尿床怎么了？你小时候没尿过床吗？大伙每天你帮我洗尿，不就是了吗？哼，不理你了。干难的，你的目的吗？啊！就不好意思，没尿床呢。有一个老师呢，有一些个练的老包。心里有什么就坦白的说，别用泪水代替诉说。毕竟我们都深爱过，不想再吵个你死我活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相信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别笑！我爱你，不为人海的拥挤。米娅不能打人，知道吗？打人是不对的。知道，哥哥。我问你一个，你干嘛？跳石。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真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。你别笑！什么
叫幸福？什么是真爱？什么？